那长焦像平常就是在相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那种别的刮呀，这些技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行，长焦一般呢，现在业余球员们比较多，就在于他们都是直拍，对，也有横拍的啊、但是呢，原理都是这个一个原理，就是说，你发过来球，我先刮一下，这个球你发，比方平球过来，我刮一下，这边过去是上旋球，刮是从左往右，刮是。哦、刮过去是上旋球啊，你发的越低我刮的越是上旋球，嗯，但是你要发过来上旋球我可能一颗就成下一颗一沉， 对就是沉了，这是下旋球，这是长焦不变的规律，就是不管你什么动作对都是这样，你只要是往下走磕，往下走就是带下旋，带下旋就是下旋球，你要是往侧或者往上那就往上就是不转啊、所以这一点就是球友朋友们要、就核心要掌握的，对，掌握要知道怎么练。你看，哎，他上下，他，啊，为什么练呢？就是说现在，他发一个球过来，我就先练一个刮，对，就练一个动作。这个，但是你过去是上旋球，人对方一拉，你得磕，变成下旋球了。就是这两个这个训练，就是一个转换，对，一个转换，一个训练方法，希望那个磕一板刮一板，球友们把这个刮一板最基础的东西要练好，因为要是打长焦的话嘛，对，示范两个，这个刮，先来刮啊，刮是从左往右，刮是从左往右，啊，从左往右，就跟那个拔宝剑一样，从哪从腰间拔出一把宝剑，啊、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就在这个身前这块，然后从左往右做完这个动作，直板也是一样，直板是这样，横着刮，横着刮，把粒儿，这个叫刮球的正面就可以了啊、就是这个，这是瓶子下旋球，这下旋球刮过去的就是不转吧？这就过去就不转，过去就不转，你可以打一下啊，你看这是不转，这个只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个位置就是飘，这个球过去就是有点晃，它能刮出，就是对方发个下旋或者搓个下旋能刮出下旋来吗？很少，几乎很少，几乎很少，很少，对，一般是上旋为主，上旋多，对，因为它下旋不好，就是再往下用力不好，那个颗粒倒下来，那就成搓，你再上下就成搓了，那就成搓球了。对啊，那就是搓球啊。咱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刮球啊，往前往上啊，往前往上啊，但是可以刮得很长，可以刮很长，对，对，比较顶，让对手很难受。这个长焦刮主要是为了什么？动作假动作晃人家，晃对手，把这球过来就是过去是晃的，主要是晃，用肩啊，用这块晃，身体去晃，手上其实就这一个。主要还是落点的变化，其实。然后主要是手上这就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变化，无非就是一点微调。微调在于哪？就在于上下旋的微调。你现在发的是转的对吧？你发一不转。发个不转的下旋。啊，不转就得压一点吧。往下压，你就带一点下沉。对，因为不转了，再往下压一点刮啊，然后转的就得亮一点，你看转的啊，转就得亮一点。
这就是一些细节的变化，就还是要根据每一个来球的情况来调整动作。对，它就是不转了你就得压一点，转了亮一点，这就是瞬间的一个判断反应，再加上这个身体的这个晃动，让它哎不知道我刮哪儿，你看啊，还有开始晃啊，就跟感觉哎我要往这边，但其实我到右边对，这是这条线是吧，就是把落点变动开。是吧，手还是这个手，只是身体去动了，重心去动了，来虚晃一下动感，对，手都是这样，球一起，哎，球一落台找球哈，哎，球一落台找球哈，增加突然性，突然性，对。然后球友们呢要是想就是现在这个基础会了是吧，现在这属于叫基础的这个刮动作，动作之右做完把球教练刮倒，然后过去球是比较飘的，这是基础。做第二种就是说把球刮快，刮快一定要找这个球刚起刚落台这个点，然后手不要发力，是加速往前顶啊，这就是刮快，这是第二种方法啊。你看啊，刮快就是起，你看啊，刮快就是起，哦啊，就是抢上升初期，对，就是纯上升期都可以，就最早那个点，一起跳的时候就赶紧抢，这个球就叫的是快，啊哈，一落台，要的是快，那这个点要找的很好，找的很好，这就得反复的训练嘛，对对对，要有很好的这个，而身体重心也要稍微往前，重心是这样，也是你看找球落台走，顺势往前，不管是直板横板都一样，横板也直板也这样啊。哎呀，走。对，也是一样。对，从左至右，它出来。关键还是要抢得快。抢得快，对，这是第二种。这个就有点难。第二种有点难，第一种相对简单一点，但是打多了的话，找的感觉就好。找的感觉就会好，